全是黑丝。你们不是一直都好奇我跟田小姐到底是不是真的情侣吗？走，今天带你们揭秘一下，都四点了才去公司，不知道会不会被老板抓住。到了，走吧，我们上去吧。到公司门口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能碰见谁。Hello， 小马妹。这个也是美女人士。Hello。田小姐不在，我那个就是她的工位，我现在打电话给她。喂，小野。哎，咋了？你在哪儿啊？在家呢。过去找一下你啊，问你个事情。干嘛呀？过去找一下你，找一下你，等我啊。走，我们现在去找小野。哇，全是黑丝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继续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太疯狂了，太疯狂了，我们还是先去找小野吧。哎呀，我到了，就这儿。他们在里面拍摄。Hello。干嘛？我上厕所。说出来，说出来。先不上了，先不上了，咱们问个问题啊。就是有很多人说啊，就是说咱们俩不是真情侣，咱们俩是剧本。那就不是呗。到底是不是？那管人家怎么说呢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你觉得呢？挺喜欢的。你说是不是？我是来给大家解密的，揭秘的。我们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？24/18都是情侣。嗯，所以我们也是情侣，也不是情侣，看你们怎么理解。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，小部分时间不是，在工作上是，在生活上不是。哎呦，我真不好意思了。哎。